妈呀，干什么拿着去？过来。都没有。
忙了，抓哪里龙呢？手就打了呗。不可以啊，你就可以啊。你笨嘛，你读书白读了。那个也把手擦的吧，打到人的手来叫板。你耍什么嘛？哎呀，你的手我当时抠了抠了，还一起板。今天也休息了。这啥？不是是有的人。那个是要来看房打电话，你看那边也有个人是挣钱的嘛。哎，现在是多少钱？你看那个西秀他是跑幼儿园嘛？有啊，在这房子底下。哪里来？看到外头了吗？哎，来人啊！那边来的人只一个人，俺坐这来的。看呐，要不买成钱当肉，咱现在看这房子，中间那个那个火锅。